欢迎各位大小朋友光临艺术家的异想世界。欢迎阿哥拉 Phantoms Agora 装置艺术展，是日本艺术家铃木悠哉 Yuya Suzuki 最新创作。艺术家游走台湾、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城市，以独特的观察角度，将城市中不起眼的角落幻化为景色，绘制成手绘图画，利用不同创作媒材，再将图画实体化呈现。阿哥拉 Agora 源自古希腊文 Agora， 意指人们聚集、聊天、思考的地方。艺术家将展场打造为一个特殊的空间，串联作品及办公共场域，希望观众参观时能穿梭其中。欢迎来到肖拢文化园区，一同进入展场，成为作品的流动地景吧。